赏花开的季节这么残酷呢？活死人很干渴的那样的状态下，百年前英国诗人艾略特的《荒原》写下欧战后的世界一片残破。战后，然后随时身边都有人逝去，都有生命的消亡，所以大家在一个很紧张的一个状态。在疫情这个期间，我自己有这样的感受，就是我就会很恐惧说，哇，那我接下来下一步要去哪边，我该怎么活。 Tango 结合现代舞，透过新锐导演的影像叙事，呈现疫情下人心的荒凉。舞者们他其实就是像是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，然后他们过着什么样子的生活，他们在这样子的大环境下，他们面对着什么样子的背景。四位专业舞者加上八位来自各行各业的素人 Tango 舞者，邀请观众在春回大地的四月一同走进荒野俱乐部。大爱新闻吴志怡、梁家明台北报道。